开放在六月的草原，马兰花，马兰花，一身傲，呼应着那蓝天。马兰花，马兰花。微笑在家乡的牧场，马兰花，马兰花，每一芬芳拥抱着阳光。
乡的牧场，马兰花，马兰花，美丽芬芳，拥抱着阳光。
迈左脚，迈右脚往右边走，四二三，四的时候左手直接本来就在身体前边，直接放到自己胯的前边，脚撤出去的时候右手手腕带着往回到七点方向，然后变成大拇指拉回来回到胯上，转身看两点方向，咱们这个舞蹈呢，第一组动作在第一段里面我们跳了两遍，两遍我们手脚不一样的，现在给大家说一下，第一遍跳完五六七八，第一遍跳完我们要接第二遍，不上脚，脚还在这边，七八不要动，到一的时候直接上脚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是第一遍，第二遍跳完以后我们后面要接一个四拍的小间奏，好，所以这个起脚就不一样了啊，我们在这边第二遍跳完以后，七八，在这边七八，我们要收脚并住，然后出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是两遍的起脚不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小间奏，跳完这个小间奏以后我们是接的第二组动作，第二组动作四个八拍加四拍，正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背面是哪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现在把这组动作给大家说一遍，我们是左脚往左边走，走的时候左脚走，右脚脚心贴住自己的腿，膝盖冲外开胯啊，然后再走一个三四的时候不落，落后面四啊，沉下来，同时沉下来，然后五六再起来，这是脚啊，来给大家说手，加手加脚走，两个手从旁边跨回来，辽阔的大草原，一二三四，沉下来，然后大臂带住，五提腕，六打到上面，然后七的时候开始下腕落，七八，下一个动作大臂提住，顶腕提腕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数
六七八，弹手打开，变成大拇指往下顶到自己的腰间，往下蹲，看两腿的方向。好，下一个四二三四，左脚准备四二三四，运动，然后一个揉臂，五六展开上步，七八做两个转手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再说一遍，转回这个转的时候，我们要开胯转，不要贴腿转，不要屈腿转，我们转的时候要开胯大落脚，并住再上左脚。现在我把肩坐动作给大家说一下，肩坐动作两个八拍，正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背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那先对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走的时候硬腕，手是硬腕，好，这个左手伸出去的时候，右手不要跟得太远，右手在胸前，右手出去的时候，左手在胸前，不要跟得太远，好，在胸前，好，硬腕，回来的时候大腿带着硬腕往下走，好，这是肩奏结束动作，三个八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背面示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上脚，七八，把这个结束动作说一下，接的是第二组的最后一个半拍，我们上来的时候是七八没有动，在这里面七八直接走软手了，好，这是一个区别。再一个就是退回来的时候，退回来以后我们是肩坐的动作，五六退回来之后，五六上脚，七八转身，好，这是肩坐和最后结尾的区别。好，那么这支舞蹈呢，我就为舞友们分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